情严峻的时代也造成了人们的身心压力山大，台东县芳疗生活协会就特别台东县妇女福利中心举办了精油舒压以及芳香 DIY 活动，希望可以带领大家好好的放松身心，在有点紧绷的生活里给自己多一点的照顾。然后我们精油最好是用盖子，或是用那个蚊香纸，因为有一些浓度比较高的话，你闻它的话，它会灼伤，会呛到。疫情时代造成人们身心压力大，台东县芳疗生活协会在台东县妇女福利服务中心举办精油舒压以及芳香 DIY 活动，希望可以带领大家好好放松身心。主旨其实就是为了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可以利用做居家护理，那从我们的自己了解的精油的发展，然后让更多人能够知道精油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更好的在生活上跟一些必需的用品上能够有一点不一样的火花出来。在过程中与大家分享芳香疗法以及按摩舒压，让民众们可以在家自己按摩好好放松。也期待在这样有点小小紧张的生活里，大家可以找时间好好的放松自己，在日常中多爱自己一点，给自己多一点照顾。记者陈如台东市报道。